飞到这里啦！今天我冒着非常大的风险，我们飞到了日本，找了成人节目的那些女性。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一向来都是以和平、散发爱啊 ，you know， 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健康的节目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冒着非常大的风险，而且刚在门口的时候被几十个大汉团团包围，就是为了让五湖四海的观众可以了解我们接下来这个产业。过去很多人采访都是问那些比较有名的，有名的当然大家都想要问，可是今天呢，我找了一位，他大概出道两年多，以前是在麻将馆工作，作品大概也有几十个了。我们来请问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产业。那我们现在欢迎爱华美爱姑妹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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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，愛華美玲です。啊，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そうですか。すごいね。啊，第一次拍 AV 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尴尬的情况吗？私デビュー作にちょっと泣い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。初めて緊張しすぎて。だからあんまりいい思い出じゃないです。そうですか。我听不懂，等一下问一下翻译。啊，なんて。一般上都会这样子。啊，あります。何人もあります。要做小抄，你看，不然会忘了。那现在大概拍过几个作品？ちょうど今100超えたとこです。100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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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现场应该就比较享受那个过程了，不一定就整个过程拍摄现场。なりました。なんかもう気持ちも気持ちよくそのエッチ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、楽しいです。喜欢什么类型的剧情？寝取られ系。お母さんお父さんがやって、その弟とやったとか。当 AV 女优之前呢、AV スタートです。需要去面试的吗？面试ありますあります。哦，面试会问什么问题？今まで何人とエッチしてきたか、あとはどういうプレイが好きか、ど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か。你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玩法？假设我现在是面试官，我为了广大的观众问哦。对啊。本当呢？哦，知道吗？很多女生都不喜欢是骗人的，你看我们现在是真实，都她喜欢，可以接受到怎么样的玩法？哦，舐めたり舐められたりは大丈夫です。哦，那如果要有50个人呢？50人啊，哇，大丈夫。大丈夫。49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哎，ダメ？刚刚说可以哦。ダメ？でも女性も好き。会跟女生一起？ないんです。舐めるぐらい。对。刚刚学了一句字，我卡修米基奥呢，很多的是卡，好像不太对，我再学一下，我再学一下。我卡尊秀台，你嗨的很多的是卡，很多呢，很多很多呢，很多呢，什么気持ちいいと行きます。是很容易达到吗？还是不容易达到？手だと行きやすいです、私は。哦，そっか。我晚上会去下载来看一下，大家在这个名字哦去下载一下。如果 A V 男优在你帮他口交的时候不小心射了，你有遇过这种情况吗？ないです。ないね。啊。哦，すごいね。みんな我慢して。所以男优可以一整场12个小时都不射，然后到最后才射吗？いや、大体なんかって何回か抜いてます。体力要很好，体力不好不能当男优。そうですね、すごい。AV 女优的高潮是？啊，そうだと思う。みんなそう。みんなそう。はい。本当に？みんな気持ちいいと思う。会影响到你交男朋友吗？応援してくれる彼氏ならいいんですけど、こう束縛嫉妬みたいのされちゃうと、ちょっと仕事やりづらくなるので、心の広い方がいい。跟这么多男优合作过，你男朋友的能力一定不如男优嘛？那以后怎么办？攻めたい。君よ。私が。Single tonight。晚上啊，拜拜。我们是健康节目。你刚刚说你喜欢拍那个家庭的嘛，然后这都会帮我多少按摩、玛莎洗、我多少玛莎。所以你们是要去学过吗？こんな感じ。最初の辺は教えてもらったり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、その男優さんに好きなどこが気持ちいいか最初聞いて。那我可以当下男优帮我按摩。哦，嗨。哦。
哇，出片啦、啊！今晚要发片啦、啊！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おめでとう。おめでとう。おめで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Go go go go！ 嗨，今天啊，这个帽子啊，今天这个灯光真的太讨厌了啊，好舒服啊！可是我觉得我们时间快到了。这个影片呢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记得 follow 我的 IG、Instagram， 然后这一次我的 Facebook， 然后这一次我的 YouTube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阅、分享，然后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一个礼拜两集节目你都可以收看得到。哦，好舒服。快结束，快结束！不行，我再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行！啊，完，拜拜。风汉，你以为这期节目就结束了吗？啊，第一次有彩蛋，对不对？如果留到这里没有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我让他，就是我请他表演一些，就是他们在片场的感觉，感觉很舒服呢。感觉，やめて。太多太多，很怕。気持ちいい。